BGD-184 数显斯托莫粘度计按 ASTM-D562 以及 GB-T9269 标准设计。操作者只需放下仪器把手，将搅拌浆液进入被测样品到规定的深度，即可从本仪器上直接读取该样品的 KU 值和与之相关联的复合值。配件包含一个电源适配器、一个转子、一个料杯、两个电台，另随机附带校准证书。第一步，连接电源线。第二步，扭松螺丝，安装转子。安装时，转子缺口处朝螺丝。转子的上刻度线与连接处的下端齐平，然后拧紧螺丝，第三步打开仪器后方电源，第四步样品测试之前要充分搅拌均匀，然后测试并记录样品此时的温度。由于温度对样品粘度值影响很大，因此要控制好室温和样品温度。第五步，将样品倒入料杯里，尽量倒满。第六步，将料杯放置到仪器底座的大电台上，如样品不够可加上小电台。确保下压手柄时，转子刻度线能与样品液面平齐。第七步，检查保持开关是否打上。第八步，压下升降手柄。待数字稳定后，从屏幕直接读数。第九步，旋转单位选择开关，可使结果显示在 KU、G、CP 值之间切换。第十步，打下保持开关，即可保存测量的数据。抬起手柄即可停止测试。